The legendary church, make me a vow, become eternity, where stash the pieces of flaming dragon's broken heart. 终身为证，我一辈子都会爱着你，不离不弃。怎么会有人把蝴蝶结戴错边？你看，好吧，是很笨。别笑我笨。虽然我们提供给他们父母很好的生活，应该是足以弥补当年我们在那场火灾里对赵维清的亏欠。原来真正的凶手是纪大人。代表长长久久的九点钟声响，在教堂内一吻定情的情侣啊，我跟你们说哦，他一定会许下终身陪伴的誓言，会成真的。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声响起，我一定会让你听见我真心。真心想你，知道吗？我下马是我的女人。というわけで、もう一人のライダーは、コッサンホだった。無敵三宝マイ。情花开，开灿烂，星梦已永不变。夜莺歌。三百个无敌的爱情啊，终于有结果了。明天和他晚上去对三三说一声，我就功德圆满了。哎呀，真想不到，我很想哭。啊，黄师傅，这个是泼出去的驴儿，嫁出去的水。你说什么？那是舍不得，应该的嘛。哦，嫁出去的水，他说什么？我和你说啊，我是说，从明天起，三宝呢，撒娇的99.5%呢，就给了那个花果了。不是，是不扣纽扣的孙无敌。孙无敌，孙无敌啊！啊，那个手机啊，就变成爱的热线啊，心里啊没有妈妈了。我也没有好哥哥我了。哇！你们两个很奇怪哎，之前三宝交不到男朋友，你
们也担心。现在三宝交了那么好的男朋友，我们大家应该要开心才对啊。啊，对啊，刚才三宝在那个小教堂里面，不是还被无敌亲了一下了吗？好了好了，反正啦，我现在保证啊，今天晚上过后呢，无敌跟三宝会有突破性的发展。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广师傅，明年你就可以做外公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哎，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看着一样的月光啊？啊！哦，我现在心里想啊，他们会不会冷到这个感冒啊？也冷啊。嗯，都是我不好。听说啊，每一次接吻就要耗费12大卡的热量，所以你的手才这么冰冷。我觉得刚才那个吻才不止12卡，应该是1200卡吧。啊，你看，你嘴巴都肿肿的，一定是啊，我们今天热吻太久。才不是嘞。这个泡菜真的太辣了啦！笑什么？不然你自己吃看。来，是不是超辣？有点辣。结婚以后啊，你想住离家里近一点呢，还是住离家里远一点？当然是要离家里近一点啊，我怕我会想我哥还有我爸。你骗人。啊？哪有？人家说啊，女生筷子拿得近就会嫁得近一点，如果筷子拿得远呢，就会嫁得很远。你看你筷子拿得这么远，你根本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不孝女。干嘛？那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会谈女朋友的优质男朋友吗？当然啦、啊。哈，说我口是心非，你自己还不是一样？人家说会怕痒的男生才会疼老婆，我刚才一点都不怕痒，还说疼。笑什么？被我抓到很好笑。没有啦。我只是在想啊，我们两个这么像，这么的表里不一，这么的口是心非，可是这一辈子我们就这样在一起来了。那我就只好收留你了。这个房间吗？那电影一定是这样演的吗？男生呢一定会陪女生走到她的房间送她回来，所以呢我们呢就先做先赢，威而将粉末型功效，让两个情投意合的人从一垒直接全雷达。它是员工旅行、郊游、踏青、征产报国、延续香火的必备良药，绝对让有情人终成父母。详情请洽 www.jiangmudaoshopping.com。
的海龟产卵。那我知道你是痴心绝对，但是要有成人之美。待会三宝啊跟吴迪两个人在床上，床单一抖，粉末一飞，我们很快就是潇洒叔跟痴心姨喽。痴心，潇洒，那你别弄到我啊！我会轻一点的，你别动我。我不敢敲门，主吧。睡了，那我们两个人尴尬，何故六个人尴尬吧？兄弟，虽然我以前在学校健康就是考最好的，但是现在身体力行，我就还是有一点。顾三宝。我只是想准备拿个衣服要洗澡，而且我是无敌身为男人中的典范，是不会勉强我心爱的人做一些他觉得不自在的事。在等待蹉跎了，他就是你唯一认定的宝贝，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唯一需要的就是肢体深切的接触。是的，不该再等待蹉跎，既然我们测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那内心的渴望一定也是一样的。吴三宝要朝着人妻的巅峰迈进。的时候，你愿意帮他挤吗？
还是你想先洗啊。在他沉迷于外物，多日流浪在外，没有洗澡时，你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包容他，把他带回家，而且会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帮他洗干净。我只是在外面整天，还是我帮你洗。什么？我不会怪你啊，我会包容你，然后彻彻底底帮你洗干净。虽然我小时候我妈还帮我洗过澡，可是长大以后我真的还没让女人帮我洗澡过哎。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嗜好的话，我可以试着努力培养看看。可能刚坐外面太久感冒了，量个体温。在他生病受难的时候，帮他量肛温，你并不会觉得害羞。嫌弃的话，我可以帮你量肛温。胡三宝，哪根筋不对啊？这个是耳温枪哎，而且现在哪里有人在量肛温的啊？你今天一整天都怪里怪气的。哎，量肛温明就是心理测验其中一题啊，你干嘛那么惊讶？而且你不是也测过？我们测题目应该差不多吧？心理测验。嗯。喏，就这个。你看，他胀奶的时候，你愿意帮他挤吗？嗯。我肯定，我测的是人，不是宠物。哈？宠物与我心心相印，官能症。我好喜欢这样你对我了，我好幸福了，痴心。舒服又痛的，哎呀，你别乱动嘛，你！哎呀呀！啊，你看，修掉你脸上多余的杂毛，这样子大刀再也不会说你是多毛的猫王了。修啥哥？啊？三个字。哪三个字？真帅气。能够让我心爱的女人帮我修眉毛，我死而无憾了，我好幸福的。三宝怎么现在还没回来呀、啊？那个两个小情侣的告白一定很多话要讲了吗、嗯？不回来也好，因为我也有好多话要跟你说了吗？孙无敌，你要是再取笑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回房间叫笑来哥回来哦。OK， 我不笑了。你就将就一下，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睡好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上一早再去把笑来哥叫回来，这样你爸就不会知道啦。OK。你还怪我笑你？你越害羞，我就越想笑。怎么可能不害羞啊？本来以为心理测验结果一致，表示我们是天生一对，结果居然是跟宠物。好了啦，不管心理测验结果怎么样，都只是参考啊。还是你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印证。
那我们孙无敌跟胡三宝就只要相信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抱在一起睡觉，只喜欢彼此怀疑的味道，好吧？睡觉就把发夹拿掉啊。嗯，不要不要，这是你送我的。傻瓜，先拿下来，我每天早上都会再帮你别的。兄弟，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啊？不要太难了。明天陪我去见我妈妈，我爸说想把你介绍给他认识。现在换我紧张睡不着了吧？胡三宝，今晚的这个吻，现在的你是忘得一干二净，还是像我一样耿耿于怀呢？这时候的你应该满脑子都是孙无敌吧。孙中山的孙，很无敌的无敌，昨天才刚正式成为三宝的男朋友，来给你请安。我要谢谢你让我遇见三宝，他曾经跟我说过，人不可能一个人生活。可是我从小习惯一个人，直到认识三宝和广济一家，我才能够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拥有对生命的信念。从今以后，我不再是自己一个人，因为我很幸运的有了三宝，还有广济一家。妈妈，我记得小时候，你都会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唱歌，牵着我们的手，就好像哪里都可以去。可是有一天你就突然不见了，爸爸说你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那时候真的好气好气。因为你去了哪里，不告诉我，也不让我跟。不过，你看，
在这个人，他说他喜欢我，不管我去哪里，你开心，他都会紧紧牵着我的手。记得他吗？他是你派来的天使，带我上节目，给我自信。现在他要给我幸福。山宝妈妈，从今天起我会带给山宝幸福。你来不及带他去的地方，我会牵着他的手陪他一起去。是我笨的可以，我们早就相遇，我说服我自己，这一切只是有这就是我过去和珊珊结婚就用的定情之物啊，我准备是留给三宝和他的另一半的。但是珊珊带错人了啊！不算数，这个不算数，重来。没事。这次呢，在珊珊的面前呢、啊，给他带的另外一个人呢，一定没带错的了哈、啊。不会错。祝你们长长久久。好。孙无敌，你愿意在妈妈的面前定下你和三宝的终身大事吗？来。其实我真的是，你们看他根本就没有要结婚的意思啊。老爸你赶快收起来啦。我只是想说，这跟我想象中要给你的婚礼不一样。我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一个庭院婚礼，绿油油的草地，有很多的玫瑰花，不是像现在。哎，没事，没关系，这个到你们结婚再算啊。今天呢，算是订婚，订婚，订婚，来了。等一下，等什么？你是玩鬼啊？啊！我只是想要亲自帮三宝戴上这只戒指。哦。来。这两个戒指是证明我给他们结婚之前的正常交往，如果他们要到礼堂去，再交往三五年呐、啊，就差不多了。啊，三五年？怎么？那三宝不就变蜘蛛王了？都怪我们呐！昨天晚上要是让三宝跟无敌生米煮成熟饭，就不用拖那么久了。哎呀，哎，不过啊，话讲回来啊，三宝跟无敌现在是千倍干劲了。只要啊，你不要再一直花痴的追着他，我想应该不会有别的程咬金出来跟三宝抢无敌了。给我躲在货仓，一路从洛杉矶给我搭霸王船回台湾，靠什么秀丽丽？我拜托你让我打个电话给我朋友，我马上还你船票钱，而且加倍还给你。等货船卸完货，你就乖乖的给我坐船回洛杉矶。走！我拜托你！不要动手！快走！
我回来了，不管多么困难，我会宁愿原谅我，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欢迎光临。哎，钟董事长，欢迎欢迎欢迎，来这边请这边请，欢迎关门。里面请，钟董事长，来来，里面请，钟董，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交给我就好。哎哎，钟董，这太客气，不用，钟董，钟，哎，钟董，谢谢啊，钟董，用餐愉快，谢谢啊。嗯，你们俩笑什么？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一定很不服，对不对？哈，想说呢，为什么我一个人独吞这100块，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阿强的能力不止这样子。这100块是我应得的啦，要不是我，要不是我多事送万花筒给天津小姐，害她打破哥握手，我怎么会轮到她今天这个地步？我哪里发达的时候你们俩还不知道在哪里了？你呀，你去发车了，这次关上就不要回来，我告诉你，这两个黑虎门，你还去帮我拿饮料了？姚老板啊，我好想你哦！虽然我也觉得以前你对我不是很好，但是比较起来对我比较好。我好想你哦，老板在哪里？你赶快回来啦！哎呦，你这么高级的餐厅也有油焖来找食物啊？这可恶！这种事情我阿强绝对不允许。恭喜啊！这么准？瞧两位春风满面、红鸾心动的样子，肯定是好事将近了。事情发生的几率是百分百吗？这一切都是天意。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步入我人妻的生活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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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小姐你误会了，好事将近的只有这位先生，而你可能要再等一等喽。下次。你在鬼扯什么啊？如果孙无敌要结婚的话，新娘就只有一个。就是他，吴三宝。你的命格在26岁的那一年，将会出现一个意外之喜。要是你没有办法成功的化解，那么你注定要与当下的情人分开，投向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啊！花货，你敢？听他在鬼扯！我告诉你。如果我要结婚的话，就一定、绝对会是跟胡三宝结婚。你就等着我来拆你的台吧。走啊！
哎，别，还听他说什么广师傅，根本在胡说嘛！走了。喂，你走了，等等。神仙，我想问你啊，你有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恩人啊变成好的呢？化解的方法真的有哎！啊，还真的有。此诗乃是祥瑞植物，具有驱邪避妖之功，乃吉祥之物也。喂！我是不是记得我们广济的柜台上有一对这个一模一样的公仔啊？对啊，这个看起来明明就像隔壁套圈圈那一摊的赠品嘛。各位请不要拿那些外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仿冒品跟我们这对经过月老庙七七四十九天的加持，而且可以保护善男信女的欢喜爱情诗相提并论好吗？哎，你是不是想骗我们买下这对舞狮，才故意说他们有不好的结果？哎，我怎么会干这种这个肮脏龌龊的事情呢？这样子好了，你们也算是有缘人了，那你们随便出个红包价好了，我就让你们带回去了。你看，还不是要出价？你看这个，他说的对的，哪有不给钱呢、啊？你们不要有这样肮脏的想法嘛！我们出个好价钱给他。师傅，你知道多少钱呢、啊？不是，他这个是神棍，你看他胡子都是用画的，这么打钞票不行，太多了。哎，干嘛？应该的。不是，来。一元扶持，万象更生呐！哎，我们来做个朋友。如果灵验的话，我跟你是去宣传。所谓是一元既出，驷马难追。啊哈哈！我懂。不是大盗，红包价是吗？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傻的？太多了！大家的收文具，小朋友很难赚的啦。不要那么。那我一元拿回了啊，拿走。那借你本现金结缘了，走。等我。清静而已。所以你完全不在意那个算命师傅说的吗？我跟你说，小时候啊，有一个算命师，他跟我说我长大以后呢，会是一个非常福态丰满的大美人。你看我现在这样，我长大以后就再也不会相信这种算命师说的话了。相信啊，人的命运啊，一定是要自己掌握的。看啦，你怎么有这个？你不觉得他看起来样子很面熟吗？我一看到他，我就想到你带着康拉来救我。谢谢你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都当那个保护你的狗啊。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当我暂时的狗啊。你太厉害了，太厉害，我都输了，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剪刀石头布。啊哈！爷爷，但是要去的话，你的脸上都没有地方可以涂了。
那天晴，你一定要让我一次哦，要不然他所谓的休假，是为了要找出当年我们的货车挡住了防火巷，所以消防车没有办法进来救火的事实证据吗？虽然我们提供给他们护理很好的生活，应该是足以弥补当年我们在那场火灾里对赵维清的亏欠。剪刀石头布。啊哈哈！哎呦哎呦这！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陆天晴怎么样？我来只是想看看天晴而已。爸爸，因为爷爷说他回家只有一个人看到静悄悄的大房子，所以我就陪他玩。这样天晴做错了吗？没有，只是睡觉的时间到了，是不是该去睡觉呢？嗯，爸爸晚安。晚安。爷爷晚安，下次我再一起玩。好，天晴，好，好，晚安。祖安早点结婚，也许我现在也有一个像天晴这么可爱的孙女了。真奇怪，你不觉得天晴脸上的疤很可怕吗？这两年来每个人看到她的反应不是尖叫就是逃走，你不会希望你的孙女跟天晴一样的。我的意思是你不用觉得愧疚了，反正这一切都是孙武厉害的，不是吗？说吧，怎么会来呢？是要讨论菜单还是节目收视率啊？不是公事，我想突然来这里看看。以前祖安还有吴迪，他们小两口都会高高兴兴的陪在我身边，现在却只剩下我这个老人家孤孤单单地待在这里。喂，大哥，是我。哎，你怎么好几天没给我联络？祖安好吗？大哥，对不起，祖安他逃走了。啊？你说什么？祖安怎么逃走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办呢？不是一直有人监视他吗？是啊，可是我觉得祖安早就计划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两个礼拜前，他说他身体不舒服，要我带他去医院，想不到他就趁机逃走了。他身上根本没有护照，也没有钱。我本来以为他过几天就回来了，结果……你先别哭。会不会出事了？祖安他一定先有准备，才会行动。这次回台湾，他一定会主动找我。这次就我来处理，啊。好。该来的还是躲不掉。祖安，赶快准备一下，我送你去机场。现在发生什么事啊？我刚接到美国的电话，你姑妈发生严重的车祸，她想见你最后一面，快整理行李，快快！
出了什么事吗？没什么，只是祖安从美国回来了。当初祭祖利用孙无敌对你女儿的信任侵占了天香楼，这次他回来肯定站在孙无敌那边。我现在没有心思烦恼其他的事情，我只担心祖安是不是平安的回来。所以季总认为把你最重视的天香楼还给孙无敌也无所谓吗？你以为把天香楼还给孙无敌就没事了？如果你是孙无敌，你有可能会原谅把你赶出家门的背叛者。以孙无敌的个性，你觉得他会放过你吗？我想到一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是让他们找上门来，都要不回天香楼。你想怎么做？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季总您给我的，所以季总的烦恼、赴汤蹈火，都要帮忙。你愿意相信我吗？对欢喜师来了之后啊，我们广济啊都快变成啊一楼一凤了。怎么西风了？不是，爱的小屋来电五十嘛。多少？我多少钱？50。欢迎光临，阿强，你在这干嘛？阿强，哎，什么事啊？干嘛啦？阿强，找你找好久，你跑去哪里了啦？你知道吗？我昨天找你找了一整晚，我还用手机一直打你的手机都没有人接，我还一边帮客人趴着一边打手机，还被警察开了2张罚单。那我找我干什么？快收拾收拾，快点！我们又要事要办，快点！我看看人跑出来，我们打。你先跟我说要去哪，你急什么啊？哦，老板，我要是告诉你，你是一定不会相信。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件真相，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真相，而且这个真相有可能可以扭转你现在失去天香楼的现况呢。我们走了，快走，走。后护山宝小姐，你爱出头这件事情我是知道，不过这件事情层级太高，你管不着。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参见娘娘，云山，谢娘娘。女朋友？哦，这护山宝进度比我想的还快呢。古代君王身边的女人啊，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说，老板的每个女人我都不能得罪。娘娘，
刚才奴婢斗胆，竟娘娘赐死。你刚不是说很急吗？还在干嘛？走吧。杀！走了，对啊，也不跟他哥哥讲，三宝出门必带大刀的吗？就是这里，你到那去干嘛？老板，对于这扇门后的真相，你第一时间可能会极度的排斥，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试着相信他，因为他就这么发生了。另外，娘娘，如果待会阿强必须要选边站，要请你多见谅，请你一定要相信，奴才做的任何决定都是依附在老板的决定之下的，请你不要怪罪奴才，好吗？什么？既然已经选择了离开我，为什么还要回来？你听我说，我当初你们真的忘了我吗？你当初对我承诺过的话都不算数了吗？你有什么资格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来面对我的女朋友？天香楼的事情我真的是我已经放下对你的恨意了，请你不要再打乱我的生活好吗？我们走。我只是想要把天祥还给你而已，至少让我有机会可以弥补我的过错。吴迪，去跟他谈一谈吧。五分钟，三宝，那是你们两个过去的事情，我想就让你们两个单独谈一谈就好了，我在外面等。奶奶，你在外面稍等一下，这时候他们最需要有帮助。证据里面有他坦诚偷了你印章，不法取得天香楼的对话。这个像是你拿回天香楼的证据。爸爸是为了无敌和天香楼好，也是为了你好。你把属于无敌的天香楼抢走了，怎么可能是为他
这样用尽心机，都是为了顾全大局。你不要怪爸爸把你骗去美国，我怕你在台湾会更难过。爸，爸，爸！你现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了吧？只要有这个证据，逼爸爸还你天香楼绝对可以成功的。够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敌，我真的没有骗你。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我也不想再跟你玩那些尔虞我诈的游戏。我现在过得很快乐，至少比以前被你们当了傻瓜更快乐。发生什么事了？没事，说完了走吧。老板，老板，我觉得你是真的误会老板娘，季主任小姐了啦。娘娘，请恕奴婢直言，昨天我在天香楼的门口发现她的时候，你知道吗？她整个人就又狼狈又憔悴，而且浑身都是伤。我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她是因为没钱没护照，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坐货轮偷渡回台。你知道吗？当时真是吓死我嘞！左安小姐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我是她唯一可以抓住的浮木一样，紧紧抓着不放哎！我很难想象到底左安小姐是经历了哪些事情，会变成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阿强，你不要说了。而且如果她是假的的话，满身是伤的她就直接跑来博取你的同情就好啦。她为什么还要特别交代我去买一件长袖的上衣让她换上，这样你才不会看到她浑身？阿强，你不要再说了。我就带着随身碟跟你一起回去天香楼一趟，你就会知道答案了。你确定你要这么做？你要面对的是你爸。天香楼本来就不属于爸爸的，我知道天香楼对你的意义，所以我只是想要把天香楼物归原主而已。明天我们就约在天香楼的门口，你的噩梦就要结束了。这真是太好了，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你说是不是啊，娘娘？老板，不如这样吧，就先让我送您跟娘娘回宫，那祖安小姐的事你就交给我来打理啊，放心吧。祖安，你跟我们一起回广济好了。现在的你是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你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所以一起回去吧。是天香楼，只要这份文件在手，一切就万无一失了。虽然不愿意，但是现在也只有这个方法。这份文件也放你那里了。按照祖安这次回来的时间，这两天他们应该会来找我。你等我的电话，随机应变。文件千万别弄丢了，啊！没问题，我一定会好好的保管这份文件。
们绝对没有想到，天香楼已经换了新主。现在马上就可以离开。当然不方便。离开 right now。来。谢谢。不好意思，让你们浪费时间听我的遭遇。大道先生，谢谢你的热茶，很温暖。那我先走了。你不用走。啊。你们知道外面天气有多冷吗？他的手有多冷多冻吗？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不是吗？祖安是被无敌害得跟他爸爸反目成仇，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就是朋友的情义相挺吗？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就安心的在广济住下来吧。哥说的没错。带去我的房间啊！走走走！怎么回事？他们什么时候变成朋友的？是啊，哎呀呀呀，糟糕了！我看一定是在教堂里面吻错人的诅咒发酵了。你看，先是三宝错吻了赵维清，再来是孙无敌的前女友来找他，接下来赵维清会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谁晓得啊？无敌，你小心点啊！手上的戒指啊！今天说要好好照顾三宝，你不要明天就跟前女友跑了。是啊，还好你有吻我啊！你们这对奸足吵杂的欺负压妇，不要在这边造谣生事了，好不好？明天争夺天香楼，关键人物就是祖安，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他的爸爸，你们不要搞错了。如果要牺牲祖安跟安可的亲情，才能拿回天香楼，那牺牲的不是更多吗？长大了，你爸一定以你为荣的。胡大刀，我想天香楼的事情就交给广师傅他们去烦恼，至于三宝的感情问题，就只好我们来帮他出马了。喂，我跟你说，我们囤货了24年三宝的幸福啊，为了避免再搞砸，一定要有人跟那个女人挑明我们广济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个道理。不好吧，你们一个小腊肠一个活猪油，人家心灵已经受创了耶。你去。哦，我睡你旁边啊。谢谢。不用客气啦。
是我们员工旅游的照片。既然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当然会有这些照片啊。还好照片里面的吴迪看起来很开心，这样至少让我的愧疚少了一点。你不必觉得尴尬，山宝。毕竟你跟吴迪在一起已经是事实，我也不会忘记，跟吴迪已经结束了。对不起哦，我知道你是无辜，你是被利用的。山宝，不需要跟我道歉。你没有做错，吴迪他也没有做错。毕竟。他不是在对不起我的时候跟你交往的，你们两个就没有对不起我。那你早点休息啊，我就先下去忙了。难道这就是无罪前女友的威胁力哦？他说不在意。我却没办法不把他的存在当一回事，明明该担心自己的爱情，现在却担心他可不可怜。祖安，对不起了，我顾不了你的爱情，但是我会努力顾好你的身体，别着凉了。当我说出我喜欢你，我跟季祖安就已经结束了。我的世界就只会有一个人，就是胡山宝。锵锵锵锵！天香楼的新招牌，孙波波送给你这段话，你可以把它放到办公室的桌上。为什么要让我背叛自己最爱的人？为什么要逼我伤害我最尊敬的你呢？只要把这个交给法务，一切就结束了。吴迪，什么是弄坏的？祖安，回去吧。没关系，我等所有的报告都出来之后。不用了，既然不能陪我走到最后。现在走跟等一下走有差别吗？我需要的不是你的同情。我们帮你准备一个 party 哦。你现在就去买一个蛋糕，等我回家我们一起庆祝，好吧？好啊好，那我等一下就去把蛋糕买回来。过去一切都是Uncle的错，但是祖安是无辜的。祖安。爸爸至少要帮你争取一个拥有幸福的机会。Yeah.
戏相当重量级，因为是痴心姐与潇洒哥的荧幕初吻啦。所有的演员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像看戏般的围在前面。各位观众，看戏要买票，而这部戏保准好笑。帮我涂大蒜。为什么要这样搞我们？我也要像三宝那样被文玩流泪。会的，我会流泪。最近怎么订单不断呢？你看看孙无极、赵维清、阿梅，我喜欢你。这场痴心姐与潇洒哥的幻想画面，可是让栋梁与彩杰吃尽苦头。不但要不停的吸入粉末，彩杰还要避免被栋梁的笑场搞到 NG。看来这包粉末型的威尔姜，最主要的功效不是增产报国，而是让你笑到肚子痛吧。真的太多了，然后他说自己想看。皮肤好，皮肤好。还是这样。真的要拖这个也是慢慢慢慢的啊，对啊，绕过来啊之类的。大家，缠绕在一起。不要开玩笑了，不骗情，不骗情。各位，你休息啊。笑粉，笑粉，不是啊，刚刚突然间静静，然后有人肚子发生咕噜的声音。谁肚子饿了？我吃啦，吃零食吃了就好。啊，对对对，饿。等下请个饮料。地下道啊，就是拍一场戏，我们去逛夜市，逛到这个地下道，然后看到一个算命摊。一共送两抽，一抽。哈哈哈哈哈哈！你们是来乱的吗？是，当时法国来的，他没有抽过。哎呀，恭喜恭喜，
百日之内必有大喜呀、啊！哦，又抱了母乖哟、哦！哎呀，老爸，命中注定的事发生的几率是百分之百吗？是不是？对不起，命中注定的事情发生几率是百分之百吗？这一切都是天意。你啊，哎，郭彦均，早知道不讲了，早知道不讲了。苦瓜，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步入我人妻的生活了。好玩吗？他讲完了吗？今天是哥哥，谢谢。哇，王心凌，哇，白少说一点，哈哈哈哈哈，每一个，每一个，只有不要走，哎，这里不要走，这里不要走，地上都是油，会滑倒，不要走。对对对。因为之后啊，我会跟痴心姐在一起，然后因为跟痴心姐在一起，然后离开胡山堡，然后我们远走高飞，远走他乡去马来西亚结婚生子。哇，这怎么好意思？对，我第三个，我是狐狸精啊！对啊，想得美啊！再要去马来西亚要买头等舱啊，很对不起。因为之后你跟祖安会有一场戏。如果他带他去马来西亚要坐货舱，看吧，黄七家人多可爱啊！我在你心里，对不对？他喘大气也没礼貌。